土地不错啊，土地不错。我看到那个，天上，天上有个东西在转，那个转的正中间是一个十字，十字交叉的一个东西，很明显的一个十字交叉。在转的时候，平时我们非得在转的时候就不会有下面搞个十字形的，它速度比较慢，有个十字形的，一个十字形交叉的，在天上转，一个十字交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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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，一个十字交叉的一个东西在天上转，十字交叉的，我们原来物理学上做了一个实验叫偏，叫偏振光，上面射下的光线的这个振动方向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呢，它从原来的不一样，原来呢只是把光线往下，只是光线往下照，只是光线往下照而已，只是光线往下照而已，只是光线往下照而已，那现在呢，现在它转的时刻它现在转的时刻，相当于一会儿光是这样的，交叉过去另外一个，就是两个不同的在切换，两个不同的光在切换，叫偏振光，偏振光在切换，切换的时候，然后下面的人头里昏昏的看着，头里昏昏的，头里昏昏的，头里昏昏的，那叫偏振光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